脑今天一共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蛙妮，没错，我又来到了综合好事多。那今天是他们黑色购物节的第二天，昨天在那个 APP 上其实已经封到了七大精选的优惠商品，有哪些呢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 Dyson 的三合一空气清净机，还有 0.8 克拉的钻石项链，以及 LG 的75寸电视。电视是我待会玩泥要去逛的重点，还有一个行车记录器，以及零食的那种收纳罐，还有多功能五层置物柜，这在社团上也是受到热烈的讨论。最后还有一体的卫生棉组合，女生可以关注一下哦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啦，我先进卖场逛一圈，看今天有没有一些收获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，拜拜。今天感觉人变少了耶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等到周末，就是五六日人潮才会涌现，所以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可以趁前几天的时候先来，会比较不那么拥挤。走吧 ，Go Go！ 嗨，大家，我买完啦！今天是 Costco 黑色购物节的第二天，那我今天的目标是锁定在电视。那昨天其实就有两台电视了嘛，一台是95寸，一台是50寸，一台太大，一台太小，都不太符合我需求。所以昨天的 APP 有公布，今天会推出一台75寸 LG 的电视，所以我今天就杀到现场来看一下。那这一台的售价是59999，那我今天一共省了13000元。那今天呢，到现场的时候啊，我先在外面录了一下开头。然后我助理就非常猴急，冲进去里面逛了一圈。然后等到我录完的时候，我进去现场，他跟我说电视已经卖完了，我超傻眼呢，特地来到现场，结果没买到。殊不知最后一台电视是我助理帮我抢到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你是怎么抢到的？因为我一进去啊，因为我们昨天去买的会有经验，知道这种大型家电都会有货单。那你未来都会什么旁边放一台？那今天的特价其实是有3台电视，那我就放在旁边放了3点的提货单。然后其中有一点的提货单呢、非常的少，剩没几张。然后我就不急，然后问工作人员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这台电视这个还有几台啊？只剩一台，我马上跟他说我要，说我一定，我跟他说我要以后，他就把最后一张提货单给我。然后他就把那个价钱都把它收起来，就代表说是在电视卖光光了，所以真的完售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又帮忙问了一下，说还会再进货，答案是不一定。对，我发现那个昨天第一天开始啊，那个我们昨天买的那一台惠而浦洗衣机和干衣机，现在也大家也讨论非常热烈，因为其实蛮划算的，所以这一台也在全台的 Costco 大缺货，然后大家都问说哪一间店还有，对，所以真的有要买的朋友还是尽快到现场，因为它没了是不一定会再度补货的，对，所以要买要快哦。因为现在黑色购物节，大家可能买的那个商品的金额会比较大，所以它单品项如果金额有满10000块的话，都可以刷那个 Costco 卡，分6期零利率哦。我一样有拍摄现场的一些商品，就是昨天公布那7项商品的金额，在影片后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再记得帮完你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，拜拜。不知道会不会有第3集，拭目以待。